超人气大叔赛2012年靠着一首 Gangnam Style 在全球一炮而红。当初在演唱会上说过会在2022年再创奇迹的赛，真的信守承诺推出新专辑啦。这次他的专辑找来多位人气歌手合作，有 Jessie、Zico、华沙、黑字、秀智、Crush 等人，内容可以说是超级豪华。尤其是首播洗脑主打 Late Late， 更是找来防弹少年团的天才制作人 Suga 帮他操刀。 Suga 不止亲自作词作曲曲和 rap， 本来没有打算在 MV 里出现的他，居然也在 MV 中段从天而降，帅气登场。之后的宣传更是不遗余力，完全把所有工作都包办完毕。让他无奈在限动好笑的说：“本来只想写完歌就跑的。”其实赛每次发行新专辑都会邀请人气偶像前来助阵，比如第一代的赛女郎泫雅、Brown Eyed Girls 家人 A Pink 纳恩，之后也有女神秀智加盟。不过相信这次最火爆的绝对是赛男郎。修改无误了。